很香。让我惊觉到哦，我犯错的时候是哦，
苹果，我跟你讲，苹果我们那种没犯错，要经过你们家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用跑的，因为前面都看到了，苹果我们都叫他哇哇一大把，一路走的。因为他看到我像中国，就很像那个希腊神话的那个蛇头女妖，被老师那个眼睛一看到就完蛋了。就会死掉，你知道吗？静静，我兄弟啊，我弟弟那个时候哦，每天回家我都做噩梦，半夜起来就叫我胜我胜我胜，我是这样叫的，好可怕哦。他不知道接什么，让那个谢谢他下台。没有，我只想讲一句话，你们看我的样子，你们相信吗？森哥啊，来这边，谢谢林胜老师。有空啊，真的要到我们西周乡下来玩玩。林胜老师的家啊，现在已经不是可怕的地方了，是蛮好玩的。他们家是那个所谓的后现代建筑，一个书库啊。我们西周人很懒散，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志玲找我来是要把我归类在那个所谓的乡土派的歌手之类的，因为请了吴胜老师，就是大家都说哦，乡土摇头滚头哎，这爽一种啊，浪漫的乡土歌手，然后再加上风和日丽小清新先生呢，就一路就一面滚头。我是一直拒绝这种感受，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决定要当国际巨星。你是个国际的乡土歌手，我不过就是有乡土这两个字。不过今天既然被吴胜老师沾到了，乡土这两个字应该甩不掉。这个就是国际的乡土歌手。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一般下午的演唱会都应该没有庆功宴，有吗？要也是可以去吃现炒啊，这么多人才肉炒99而已，没有关系，看着办。我想说吴胜老师来了，不请他吃一顿饭，不好意思。是他刚刚那个高铁票已经去订好了。哦。我刚好反光没。我刚刚去刮，对，那个去刮，那个去刮。
那个水被下游的那个科技公司截去用，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已经都不太通道理了，但是那个真的，我们那个水都没有，因为那个水没有了呢。这个我们家前面那个中高不是同一条，因为我们家离得很近。那个水没有了呢，因为以前哈，都常常一个人抱着吉他去那个转弯那个地方。爷爷的丢，西周那边的桥头那边，光路那边。我说真的，一个人带着吉他，黄昏的时候我都坐在那边弹吉他，你知道吗？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孤独的小子。我还是个浪漫的歌手，我一直唱到天黑，然后我妈说：“神经病啊，你赶快回来吃饭。”我会清醒的这样回去。那时候我们算是很前卫的人，真的。对，不是老师眼里，简直是个废物人渣，还有认出的一种学生，真的有什么用处呢？就是考试啊，抱吉他跑外去，一点都不被鼓励跟尊重。其实他以前你问他，可是他以前写诗的那个稿子啊，也常常被我阿嬷拿去当柴烧。所以大家都有一样的努力，对。吴老师，你儿子还带耳环呢。想再找你一起哦，回乡下会被打，告诉你，叫路人把你回哦。你说还不是老师你讲来带耳环，带的不三不四，哎呦。我们家附近的那几个那个阿伯就跑出来了，那朱凤你记得吧？还有那个膝盖，哎呦。比我们还出名，我跟你讲，当神经病就是要在山上才自由。就是有我们那一条有机天跟那条最高，才会养出还有一种自由的心态，对，自由的空气，脏脏的，对，真的浊水溪那个是脏脏的，看起来脏脏的，但其实那个是营养，肥沃，对，都是营养，散发的那个。影响就留下来，真的有这种的。我们那时候就小时候就吃这种浊水米，就是变成体质就很好，我感觉超感。我们西周国小的时候，每年去参加县运的时候，随便跑一跑都第一样。老师会作证，真的。我自己就是啊。听说你还是铁人呢。对啊，在铁人三项。我跟你讲，我叔叔更奇怪，我叔叔不敢对吴老师他们教过，我叔叔学校给他报错了，他本来是要报那个100米快速奔跑，结果相公所给他报错了，报成跳远，他回家一直哭，相公把我报错了，然后他老师就说，哎，就不管3721，你就说18就好了，你就一直跑，然后跑到这个时候就给他跳。真的就去了，就是弄点一个瞎跑，跳起来，结果就拿第一名。当人家都打，真的浊水米很厉害，就拿超市都买得到的。多吃米，多吃米，对，多吃台湾产的米，多吃米，浊水米尤其是。现在这个台湾的那个粮食自给率已经非常的低了。对，所以我们要多支持农产品。那个池沙米其实是也是浊水米，流到东边去的。哈哈哈哈哈！米从下雨的时候流到西边过来。他们都不信，你自己地图拿起来看一看都知道，纬度一样，东边是池沙，西边是西周。可是他们，话说起来，我觉得林书豪有可能有关系。他爸爸也吃浊水米，是彰化人。对呀，北斗人呐。对，他爸爸跟妈妈都吃浊水米，就剩下的那种小孩子。
这个道理。小孩子。对对对，那我看九把刀也是。哦，那当然是，当然是吃左水米，又运动又好，然后智商也高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多吃都感觉够了。宁夏最近超市刚刚给的左水米，跟着我念。